在花莲玉里一间资源回收厂22号清晨发生大火，所有物资付之一炬，损失超过40万元。而这间回收厂是由天主堂刘义峰神父所创立的。火警消息出之后呢，不到两天，各界的关心和捐款就已经达到40万元，也让神父现在出面呼吁大家，捐赠的善款已经足够了，请大家捐给更需要帮助的人。花莲玉里一间资源回收厂在22号清晨发生火警，所有物资付之一炬，损失超过40万元。消息一出，各界的善款蜂拥而至。可以，不用了。谢谢。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会这么热心又慷慨，是因为这间被烧毁的回收厂是由天主堂刘义峰神父所创立，在花莲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边缘人，透过资源回收自食其力，帮助他们早日重返社会。不过民众反应太过热烈，短短不到两天，募款就已经超过40万元。可是结果在一天内，从台湾各地的恩人、企业家很慷慨的把一些经费都寄过来。神父的大爱太受花莲民众的尊敬，外界善款不断涌入，短时间内就已经募资超过40万元的修缮目标。神父除了感谢大家的捐款，也呼吁大众可以捐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资源回收厂的工厂都被烧毁了，那因为体恤神父对台湾的爱这么的执着，那刘神父也把一辈子的青春岁月都奉献在我们台湾。虽然善款已经足够，但现在正值防疫紧绷时期，多余的善款也可以为防疫助一臂之力。至于回收厂的起火原因，警消还在调查当中。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。